等等等，今天街舞营业中来到了舞者们所住的酒店，让我们一起去看一下今天能抓到几只街舞大神。哇，开门大吉，一进门就看到了超级帅气的甘宝。然后偶遇了被关在门外的公主 K。 他在外面哈、啊、我没房卡、啊、这次有特效吗？并且顺利约到了冯帐牧童冰冰的采访。很有趣哦，敬请期待吧。烂肉的小海老师，择日不如撞日，一起来采访下吧。又一只大神出现，小海老师抓到了他。 Oh my god、oh, baby. 为着身后的友情鼓掌。等等，后面这前车擦脸是怎么回事？冰冰老师也太可爱了吧。哇，有趣的灵魂小海老师又抓到了另一只大神 AC。把我放在你手上，你看你拿不到。我们俩一起抢着拿的。哦，打到人了。对呀、啊。说就对了，就不要给我抢。拿。咦。看着打闹的小海和 AC， 结束了抓到十只大神的完美一天。更多趣味花絮，街舞营业中期待光临哦。工作使我快乐，收工。